胸腔积液症状有哪些？胸膜腔内毛细血管的静脉端再吸收，其余的液体由淋巴系统回收至血液，滤过与吸收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状态。如果由身体或者局部病变破坏了这种动态平衡，就会导致胸膜腔内液体形成过快或者吸收过慢，临床上就会产生胸腔积液。在临床上主要表现有，第一个胸闷、呼吸困难。如果积液较少的时候，症状往往不明显，但是如果是急性期，像一些急性胸膜炎早期虽然积液量很少，但还会出现明显的胸痛，主要是吸气的时候胸痛加重。当积液增多时，胸膜脏层和壁层分开，胸痛可以减轻或者消失。中大量的胸腔积液会出现一些气短、胸闷、心悸、呼吸困难，甚至端坐式呼吸，同时发有紫绀。再一个，还有个原发病的症状，少量积液时可以没有明显的阳性体征，中到大量积液时，患者会出现呼吸运动减弱、语颤消失、叩诊呈浊音或实音，听诊时运音减弱，气管向健侧移位。但是如果是结核性所导致的胸腔积液，患者往往可以出现什么一些结核的中毒表现，如低热、乏力、消耗等等中毒症状。心衰所导致的胸腔积液会出现一些心功能不全的症状，而肺炎所导致的胸腔积液呢，又会出现一些发热、咳嗽、咳痰，肝脓肿所导致的会有肝区疼痛。